心来祈祷啦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你赐予我平安，令我一天生活平安。我天就感恩与你面前，至实的爸，今仔日也是我彰化教会大全部纪念主日，我每一位牧长有交我讲台。愿求主恩典来祝福大专师傅、大专博士工的发展，帮助因、祝福因，予济济大专学生、立法主、荣光主为主做好见证。至圣的父，我着将今仔日的敬拜完全摆在你的圣手，愿以十分祝福恩典，甲阮正堂弟兄们同在，祝福的敬拜，通荣光你的名，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啊，非常欢喜啊，会使来到伫咱耶稣教会啊，今日在啊，而且啊，兄弟姊妹来参加分享上帝话啊。今仔日是大传播啊，是咱纪念主日啊。原本我毋是来到伫咱耶稣教会吼啊，拄啊好啊，咱个小会议长啊，但是着牧师甲我讲，小牧师啊，啊，今仔日吼，伊知我毋免我拜时阵，有迄个拜教会时阵吼。他们拜到外面讲道了，对吧？我吼，小叔拜托你啦，你来我耶稣教会讲道吼，因为我真济礼拜无离中山教会讲道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哇！耶稣教会我从来唔捌来遮分享主的信息，我真欢喜啊！所以今日我才答应吼，啊，我真欢喜啊！今日会知啊，而且三间兄弟姊妹来分享上帝的话，两位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平安稳定，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。啊，帮助咱，伫新的年有新的稳定、新的气象，上帝新的听、新的祝福，伫咱啊，耶稣教会啊，有一位永志朋友的中间。啊，另外伫之外，我所今日要讲开的马太福音书十一章啊，二十八节，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，咱这心的平安的重要性。医学界啊，有一种病叫做假心症。这假心症啊，发作起来时阵吼，人会真艰苦，人全身躯会袂爽快，有时吼人会憋寒。这假心症为虾米会来发生呢？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咱人吼，这个冠状动脉出问题啦。这冠状动脉出问题，若无及时来甲伊治疗，来甲伊帮助吼，有可能这人啊，会到后尾变成心肌梗塞。生命会受威胁。另外，兄弟姊妹，咱个心真像一台机器的模板啊，对咱真重要。咱个天父上帝，伊咧创造咱人个时阵吼，有创造咱人一粒肉体的心脏，啊，佮创造咱人一粒心灵的心脏。啊，无论是肉体心脏，还是心灵的心脏出问题。咱人的人生，咱人的生命，拢会受威胁。所以吼，保守咱的心非常的重要。心的平安对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相当的要紧。好好保守咱的心脏，和咱的肉体心脏，也是对心灵的心脏吼，拢健康。安尼，咱的生活才会平安。安尼，咱的生活才会快乐。安尼，咱的生活才袂艰苦。啊，这几年。啊！我就来看这个电视的广告吼，哦，开始咱台湾嘛咧重视啊。即摆有一种机器叫做 AED 啦，吼，哦。啊，这 AED 吼，就是讲吼，人啦心脏出问题倒去国家吼，啊，就用这 AED 来甲伊帮助吼，让伊吼会使咧不醒起来吼，啊，心脏不叫起来吼，啊，这 AED 真要紧。啊，如果按不这 AED 吼，你来做这 CPR 吼，啊，有人会晓做，有人袂晓做。啊，今年总会有派啊，我到伫这个日本去帮助这三一大地震遐哦，伊遐做义工啊，吼吼，伊遐做义工帮助这个啊，伊这个啊，这重建的所在吼，伊遐到三工。我伫到日本的时阵，我发现一件代志，这日本人吼，因真重这个百姓的健康，无论是都市，也是伫乡村，我看到所在吼。有真侪所在弄这 AED 的这个设备啦，我感觉无简单嘞吼。咱台湾是较都市才有嘞，想要偏僻所在都无。哇，啊日本无同款，伊那真偏僻所在伊嘛摕着 AED 哩啊。我感觉无简单。哦，从因真重视这百姓的身体健康、心的平安、
身的健康，咱大家人都需要。你今年第四章二十三节，伊就讲了一句话，伊讲吼，伊讲爱保守你的心赢过一切，因为一生的功效是对咱的心发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一切，真重要。心的平安是咱每一个人一生所需要的。尤其要上帝帮助咱，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咱的肉体心脏，也是心灵的心脏，拢真健康。和上帝听，上帝有定，祝福咱的性命，和咱的性命是兴旺的，和咱的性命是活出基督的盼望。心灵家啊，这个马老师，伊讲过一句话啊，伊讲吼，咱人类吼有五大需求啦，有倒五大需求，第一就是这个生理的需求啦吼，生理的需求，第二就是这个安全感的需求，第三就是听。甲关怀的需求，第四就是被尊重的需求，第五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。这五项的需求，这安全感吼是排在头前。安全感，兄弟姊妹，这安全感吼真重要。咱人吼生活的生活中间，如果若无安全感，咱干哪？哎，咱的生活了真艰苦啊！吼、哦，咱生活感觉真不如意啊！咱生活感觉真无爽快，安全感。唔知兄弟姊妹，你捌有这种经验无？暗时啊，你困到真袂好势。暗时啊，你困到吼咧，烦恼遐，烦恼遮。暗时咧困吼，有这种无安全感的心情伫你身躯中哦。迄种的感觉，实在会让人感觉真痛苦。安全感真重要，安全感对每一个人拢非常的要紧。你若无安全感，你的心就无平安。你若无安全感，你的心吼就会受到挑战，让你吼生活出问题。所以这安全感对咱真要紧。这十几年来，我发现吼，现代人真侪人心灵出问题，心灵出问题造成吼生活无平安啦。这是一个真严重的代志吼，特别边块内我发现吼，这病院精神科吼的患者特别多啊，特别多，躁郁症、忧郁症、精神分裂症真多。但个人心若无平安，可能就会造成这心灵的问题、精神的问题，互咱的性命受到威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恁敢知影？二十一世纪的今仔日，人类吼互三种的病症。受威胁、受挑战，你敢知多少种？有人知影无？来，癌症，还佫有无？忧郁症，还佫一个？艾滋病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癌症、艾滋病、忧郁症，这三种病威胁着二十一世纪现代的人。有主恩典甲咱同在，有上帝听，平安甲咱同在。你看，忧郁症嘛排入去。忧郁症嘛，排入即内底，这是你表示讲吼，反映出人的心灵出问题。怎啊真侪这种精神有问题，或者哪来哪侪，是因为因的内心出问题，因为内心无平安，即使互因生活、生命、健康受到真严重的威胁。咱爱求上帝恩典来赦免，求上帝恩典来帮助，或者问题。降临在咱生命中间，咱说有主通倚靠，通让咱得到平安，这是真要紧。诗篇一百二十一篇第八十节讲到一句话，伊讲：你出你入，耶和华必保守你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必保守你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靠主，我靠圣神，我靠上帝，是咱每一位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。咱若挖苦伊，咱若出问题，咱爱求主来帮助，求主稳定来扶持，这真要紧。若无吼，咱个心灵若出问题，咱会真艰苦。有时食药啊吼，嘛袂好嘞。吼，心灵若出问题，你若无求主来解帮助吼，嘛会袂好。我会记哩几年前吼，我看到一个新闻，有一个人真快乐时阵，伊表示得真快乐个了，各项代志拢表现得真快乐。伊心灵有种健康无？无一定哦。你看，我看到一个新闻，就是咱电视内底有一个艺人，
啊，这个年纪名叫菜头啦，我看到伊我想要笑吼，嘿，啊，你这人真个坐啊真高水哦，真滑稽。啊，伊所伫电视面顶所表现的吼，互人感觉伊是一个真快乐的人。谁知影，伊去得了忧郁症，无人会了解。所以这人真真快乐，表现得真精彩啦，啊，但得忧郁症，无人会了解。伊家己本身嘛无法度，因为吼，伊太追求完美主义啦。做一件代志，伊要做到最好、最好、最好啊！当伊得了忧郁症时阵，迄菜头伊讲一句话咧，无啥物话讲哦。我食药啊吼，其实吼是帮助我一丝仔尔。我较重要是后壁迄个宗教信仰，迄宗教信仰互我吼，徛倒起来，互伊去爬倒起来。如果伊食药啊，迄效果毋是足强诶，迄宗教信仰则是有贵人。兄弟姊妹，咱人需要这上帝帮助，无论你是啥物人，你拢需要上帝帮助。心的平安对咱大家人是太重要诶。咱如果若失去了这心的平安，咱的人生、性命、咱的健康，会受到真严重、真严重的危害。兄弟姊妹，咱基督徒常常咧讲平安、平安、平安。伊是平安吼，是一句奇妙的话啊！伊是一句奇妙的话，伊要互咱得到。祝福，伊要予咱得到帮助，伊要予咱得到稳定，真要紧。平安对咱逐个人太重要诶。当主耶稣伊被钉伫十字架顶诶时阵，伊过三天后对世人中国话，耶稣有真侪摆，真侪摆，伊向门徒显现。耶稣第一句话，甲门徒所讲诶，就是愿恁平安。愿恁平安，因为平安对当这些门徒太重要了。因为门徒逐个人惊吓，因毋知影耶稣已经对世人中过，因惊吓无助烦恼，因就痛苦。因毋知影主已经复活，所以因真惊吓。耶稣看到伊的时阵，对世人中过话时阵，甲伊讲：“你愿恁平安，平安对当这些门徒太要紧了。”这句话是表示一个人内心的需要。兄弟姊妹，2014年已经来到你咱的生活中间，无输不忙咱，我有平安，互咱挖好主来得平安，互咱挖好上帝恩典来得平安。因为平安对咱大家人实在是太重要诶。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咱无可能离开上帝，咱才得到平安。咱嘛无可能离开教会，离开读圣经，离开教会生活，咱会得到平安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咱一定爱来找救主，咱爱来教会敬拜上帝，咱爱把咱心灵的需要，啊，把咱人生的一切的需要，完全交在你主面前，咱才能得到迄真正平安。兄弟姊妹，求主稳定帮助咱，互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常常挂靠主，常常滚挂主，常常付出的来教会。来敬拜上帝，在生活中有灵修基督的生活，让咱得到真正平安。在咱的圣经马太福音书第11章28节，主耶稣，你才讲一句太水的话，伊讲：恁既然劳苦为难大人，会使来到主面前，伊要让恁得到平安，伊要让恁得到安息，得到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就是你宣告一件真要紧的事情，就是平安。耶稣知影咱离世间有苦难，但是伊叫咱放心，伊已经赢过世界。你若既然都做过当代人，来到主面前，伊要让你得到平安。无论你的担当是啥物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无论你的艰苦是啥物，无论你的问题是啥物，你来我告诉主要让你得到平安，真要紧的。咱人吼毋是完全的啦，咱人吼毋是拢未出问题啦，逐个人。拢是土所做的器具啊！咱拢是欠亏，咱拢是软弱的，咱拢是软弱的。若无主通我靠，咱是要如何面对明仔载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常常问我主，主要予咱得到平安，主要予咱得到稳定，求主稳定的听，甲咱记得，予咱离不近兄弟姊妹，离不近咱生活中间，咱有主通靠，咱就免惊，咱是拄着什么艰难啊痛苦。现今的社会有真侪人心灵出问题，伊的心当然会无平安。某真侪人在生活中，因为别人的一句话，别人的一项代志，
会影响到伊心灵无快乐，心灵出问题。亲像别人的一句无用的话，啊，听者有意吼，啊，说者无意。别人一句话，伊就咧跳起来，啊，骗大家心灵心头心肝头，互伊吼心灵百般的艰苦。啊，这就是真无好哦，这就真无好。兄弟姊妹，咱爱把咱的心放较开的，有真侪话。有时你毋免总搁听咧吼，啊，你才听咧才哭出去，无吼，你捡起无好听的，捡到心肝头哦，你会真艰苦。哦，听听弟兄们，有主帮助咱，互咱心灵有平安。听到一挂无好听的话，咱就先放出去吼，咱捡起来真要紧。亲像圣经中间就有这种的人，安尼一句话，啊，互伊吼产生一种怨妒的心嘛，产生一种艰苦的心，产生一种吼想要杀害人的心，这种真无好吼。圣经中都有这种的人，上界典型的就是这扫罗王。这扫罗王吼，因为百姓一句话，让伊的心无平安啦。百姓讲啥物话？百姓讲这事，讲一句，讲啥物话？讲扫罗害人千千啦，啊大卫嘞，哎万万啦。大卫说害人万万，我害人千千，哦，这句话吼，扫罗王，扫罗王吼，真无平安。当初时的代志才十几岁囡仔尔，所以王是一国之君啊。八岁一句话，予伊开始对代志产生怨妒的心啊，开始产生种要杀害代志的心，而且对伊吼产生种真无好、真无好的行为。代志你所以王嘛，安尼尔困袂去、食袂落，一直要杀害代志。刘兄弟姊妹，伫生活中。你的心有平安无？你因为别人的一句话，会让你无快乐无？求主帮助咱，求主稳定信心，保护咱，让咱心开化，让咱挖靠主心平安。别因为别人的一句话，就让咱安尼颠倒头歪哦，让咱食袂落、困袂去，让咱个精神真艰苦，安尼就真无好。你们兄弟姊妹，上帝稳定帮助咱，予咱避免这种无意义的代志，真要紧吼。求主稳定祝福，求主稳定帮助，求上帝一听，甲咱祈祷，予咱我靠主心灵得快乐，心灵得平安，得祝福，这真要紧吼。啊，而且牧师甲咱兄弟姊妹来分享一个故事，啊，这故事发生伫一间学校啦吼。啊，这学校吼发生一个校在美术课中间。老师吼、哦，一天去上这美术课啦，吼、哦、美术课。啊，老师这美术课老师就讲吼，今仔日吼，咱要来画，啊，这个、学生啊讲，咱要来画这图的主题叫平安啦。啊，弟子话这平安要哪画啊？吼、哦，唔知影咧，唔知要哪画咧。啊，学生吼、哦，变到三个就画啦，大家都真认真画。哦，老师真足狂哦，但学生咧画，有咱画太阳。有人画月亮，有人画星星，啊，有山，有海，有鸟在飞。哦，大家学生的想象力足好个啦，画了图都画了足水。哎、欸，大家都看起来拢真平安，哦，足好个。大家都看起来哦，拢真好看。总是内底有一个查囡仔，小女孩吼，伊画一张图，伊甲别人无共款，伊画啥物？伊画一张风雨交加啦吼，风雨交加一张图。啊！老师看到时阵吼，哦，感觉足无平安的啦，讲你哪有这种图啦？哦，啊，画到吼，啊，倒是画了真水哦，吼，倒是画好，咱不是做红太阳嘞，画个真无平安。老师甲看这图，甲摕来看的时阵，哎，无啥同款，安怎无同款？老师讲给恁听，这张风雨交加的图吼，如不是做红太阳落大雨哦，我拍信啦吼。总是吼、哦，边个搁画一个大锅饼？这大锅饼内底吼，伊搁画一个细细汤。这老师搁真正个看，不过呢，这细腻，这恁年轻人这细腻啊，搁画细细汤。啊，大锅饼细细汤内底搁一只鸟啊，伫里遐真安详，真安详，伫遐哩无人。哇！这老师看着想，哇，这个图吼，迄表现出个平安哦，哎、欸，是表现了上水个啦。到落尾啊，这查囡仔就得第一名。哎，刘兄弟姊妹，这故事跟咱分享，无需要甲咱讲一件真要紧的代志。在咱人生道路顶面，啥物才是真正的平安呢？无需要甲咱兄弟姊妹分享，平安
唔是完全咱拢顺利啦，平安嘛唔是完全拢无受打击、无痛苦、无烦恼啦。真正的平安是会使伫弯弯不安的中间，咱依然有安定的心啦。因为主的恩典、主的疼会使予咱挖过，主的鼓励会使帮助咱、扶持咱、祝福咱，予咱有平安。另外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做一个服务到家，就像只鸟扑卵，伊只鸟同款。哦，咱无因为这环境安怎变化，咱就受到伤害，还是受到感染，还是受到威胁，真要紧。伫胜利的时阵，咱的心袂骄傲；伫失败的时阵，咱的心袂来开灰心；伫光明的时阵，咱无大意；伫黑暗的时阵，哎，咱无惊吓；伫顺境的时阵，咱袂倒倒；伫痛苦的时阵，咱袂累尽。兄弟姊妹，失的平安。对你、对我、对咱大家真要紧，你爱专心仰望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有帮助你，予你得到真正的平安，予你得到真正福气，得到真正的稳定。另外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无论你遇到啥物代志，我先甲你讲，主是咱的瓦壳，上帝是咱的瓦壳，圣神是咱的瓦壳，予咱会使伫日常生活中间遇到艰难的事，予伊来帮助咱。予咱会使得到平安，袂因为得到简单代志，咱就来跋倒。现在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讲了非常好，主耶稣讲：恁既然落果袂当待人，害人就分主啦，你就使得到人着，得到平安。上帝听，上帝有听，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予咱常常分我主来得到平安。啊，今仔日是咱上华教会大专部的纪念主日，有真侪学生，有真侪大专的学生，因也毋捌。福音的真理，这拢需要大家人来关心和代祷，予恁的关心代祷奉献，帮助真侪学生来得到福音，或予真侪学生，予伊读书以外，或者听到福音，予伊的心会使得到平安。愿上帝听上帝，即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咱就是拜读心阿头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常常甲我记得，在我伫无顺境的时阵。我受打击，也是痛苦、病痛、烦恼的时阵，你的稳定、你的快乐、你的疼，依然在我的身边，让我通挖苦，让我通得平安，让我的心灵通得到满足。天父上帝，我求你祝福我每一位兄弟姊妹。主啊，你有讲，既然劳苦过重担的人，通来求问你，你要让我得到安息，得到平安，领受祝福。求主你的稳定，带我记得；求主你的疼，祝福我每一位兄弟姊妹。我常常问我主，问我圣神，问我天父上帝的稳定，让我得到心灵的平安、生活的平安、身体的平安、家庭的平安、事业的平安。愿天父上帝祝福我每一位兄弟姊妹。我要一摆将我祝福教会啊，正中级会友啊，传道者拜你的圣手，愿你祝福我的教会，常常在你面前领受平安的福气。愿天父上帝应许祝福我大家，祈祷感恩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，阿门。